想怎么打主要是。确实随便打。什么布隆加我加豹女打个伊芙琳。确实是随便打。下波火箭再出，他这个 Q 没 Q 到，挺伤的。Q 到爆 ，Q 到的话就很舒服啊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哎呦，我感觉能躲，又感觉躲不了，还是把 E 交的，这很亏呀、啊，这交的，这是蓝掉的很亏。冥冥之中，回得来，这不会掉多少血。有点好，那我更不能犯错误了呀，因为优势在我一人身上。被他打两下好亏。真准。一个掌吧，如果你开口不顺，你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？
他的血量到斩杀线，而且对面是有点火的。W 刚好消掉了，我想卡个极限时间的，摇人的不能走。哎，走外面走掉。请告诉我，让他不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。这怎么说呢？组合偏防守吧，很防守。他技能吃的有点多啊，暴雨的 Q， 布隆的 Q， 加上我的 Q， 有人背后面，那、啊、就肯定一负零了。熟。照样把你做掉。抹装备。哎，他也是觉得能杀不容易。我可以要张收据吗？我的会计很能干。好 Q，OK，、okay、直接一顿胖揍，刷嘎，刷刷刷刷刷死掉了。半推把灯辅助了，主要是不太好那种快推线，我可能快推我 位置会很差，辅助还没到的。辅助到了一切好说吗？不好意思。哎，我的他让我想起了上把缺席。交闪了吧，不然的话感觉到这个位置那个飙刀已经杀了，应该交闪了。
没有睁眼的格子，我很抱歉。能带个睁眼就舒服一点。三 Q 全中，我前面两个 Q 是凭我自己的本事，第三个 Q 有点沾布隆的光，主要是那个小炮刚刚 W 交了嘛，他也没有 W 给堵，沾光了，沾光了。我感觉他可能会搞一下我的，我是贴着墙走的，贴着这个墙走。直接走过去是有风险的。交闪的，那放零条针，交闪杀。隔大招杀的什么？放你 Q 到吗？没 Q 到。我靠，好有牌面的先生。猛男从不回头看爆炸。标价直接十倍不吃。啊！谁要地图啊？我操！你真的，我哭死。没事，我也带睁眼的，我也带，然后到十三级才能转化。不好意思，你真的我哭死啊！谁推上二塔？这是，哎，小炮漏了，又漏了一个，诺手也漏了。刚才不是失手，是找人呢，找人找人，但我感觉机器人，那好像上单已经倒了，这个位置差不多了。
还有血路，别急。小闪，跟我没关系，暴民能追死他们。野区那暴民肯定能追死他们。了不起。点喽，轻松拿下。没点订阅的兄弟们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的订阅。